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同学们，问你们一个问题。体育裁判跟福利裁判的区别是什么？包括什么双色球？就你们平时买彩票啊，干嘛的？它区别是什么？没买过，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中间的区别。体彩、福彩、双色球。啊，吃饱了。摁搞他，打个闪。这个力量呢？我现实中也看着中500万，我操！特哥，这他妈还有真有人能中500万呢？那太恐怖了！趁他打所有人的间隙，我们赶紧偷个虫子，能偷一只就偷一只吧。中上都没线，这一波赶紧偷！他在刷那个所有人，马上要来了。
还可以。级啊，铁铁，我操，那都到六级一会儿了。阿杰利太难受了，这太难受了呀。利亚这波铁定在下半区，他一定在下半区刷野怪的。见鬼了，你就玩你他的奶奶呀，玩玩玩，我他妈这辈子都不会在上半区打架了，干他妈好难受啊。真他妈难受。现在要住在下半区了，他的妈，这什么操作呀？先补过线，补过线。我来看他死的好像。死的也不是那么的可惜啊。死的还是有价值的。Q 呢？他想，这哥们是想留 Q 搞那么极限是吧？他有 Q 的，他应该是想卡极限距离，把我等我们到他再把他 Q 回来，结果发现距离不够了。这不是，这不是难受了吗 ？Q 回来有机会杀的。他等着哦，不对，他先 Q 了，对，他
他先 Q 的，我想到了，对，他是 R 到先 Q 的。对啊，那他为什么要先 Q 呢 ？W 过去把他往回拍手，不是挺好吗？是吧？上路差距太大，交闪了，这你妈的难受呀！这难受呀，兄弟们，这太难受了。赶紧升十一级，唱大刀。
처치했습니다. 应该死了，漂亮，nice。 死了两个，哇哦，漂亮！ 这把失误太多了，你他妈张嘴就来，看不懂就别看，我这把怎么失误太多了？不看看自己什么水平，青铜白银搁这失误，你看得明白吗你？还搁这失误，我他妈自己都不知道哪里失误了，张就是失误太多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什么分乱的，天天搁这指指点点，你还真他妈指点上了，还失误太多，失误太多。 咋那么搞笑呢？我操！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水平，你知道吧？张嘴就来，离谱得很。张嘴就是失误太多了，我真的是麻了，你知道吧？ 처치했습니다. 烫都烫死你啊！老子他妈烫都烫死你，知道吗？
真正的高手是不需要 Q 的，都是那都是乱稀奇古怪的，只要有 E 往身上一开，装什么啊？知道什么叫 E 吗？还跟我滑起来了，还烫都把你烫晕。还行，不亏。我没有大面具，有个大面具，就美滋滋了。哦耶，干我的！十五点多，禁止发十五点多，主播会破防，好吧？禁止，兄弟们，禁止发十五点多，会破防的。那样不可以哦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再发失误太多了，今晚睡觉小鸡鸡要短，起码要短两公分，好吧，自己看着办，好吧，兄弟，一定要让主播破防。阿龙，大招随便开，现在。血手了，血手了，吃播下路经验升个16啊，兄弟们。不要带了，我怕小炮，小炮这个这人很阴。
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你死不死嘛，花里胡哨的，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是个小人头，你也是个小人头，你还要交个神，我死了还能开个大，哎，你死不死？ 指向性的 Q， 哇！哇！哎呦！起亚娜，收分，拆一个塔，你们俩要不要操作一下？ 不一定，什么不一定啊？随便操作。Nice，漂亮漂亮漂亮。谁还？